其实 Elva 很会模仿别人。对啊，我只要看几次的人，我就会模仿。那你模仿一下黄浩好了。哪一种？你要是有什么情绪的时候？心情超差，满头乌云那种。可以了吧？可以开始了，可以了吧 ？You ready？ 他没有办法停止，现在。你看看，你在你腰酸了，皇后，皇后你会就，然后可以转 cue 我别的情绪，模仿皇后开心的时候好了。怎样？为什么你刚刚这样子？这什么意思？因为他笑会有笑纹呢。哦，然后会这样，哦，拍桌子。啊，皇后撒娇的时候，皇后撒娇的时候。哦，对对。I'm sorry, baby. 啊 ？I'm sorry, baby. 这个才是你，你也有，你少来了。这个才是你，好不好？这个眼神才是你。加油，我们可以的。嗯。那你未来可以这样跟我讲话吗？对啊，当然可以啊。我在想什么？你看这个眼神。什么？很温柔啊。不，真的不。No, don't do that.